怎么这么早就醒啦、啊？算了，这什么？宝宝，我们在啊，他又睡到19点半才起床，等我送完哥哥他们回来才起床。给，是发了是吧？嗯。我爹说的。小西吃饭了，小西。刚起来了。宝宝醒了没有？爹爹，累得吧？是五点了。你累得啊？放路上那个了。那是。看一下是什么菜？鸡鸭子、腊鸭、鸡蛋。哇，这都是好菜哦！吃饭了啊，你们几个？鸡蛋炒。浪费了，没有做。送。我一不喜欢吃葱哦。爹，奶茶发你了，奶茶发你了，好，那我先发了。你给我记得看过了，没被膝盖过来是记得，去拉的紧，没被麻干。看看那查过了，再查个10星件。要吗？啊，吃点饭去喽，再包饭也可以，要不吃点酒了。啊，要吗？好吃了，好吃就多吃点酒。那干洋洋唱多话。那说是这个不吃了的，这是都吃的。可以把它包饭哦。我吃两个吗？啊，你吃两个啊，不要吃多了。他们都是没加那个麻油和那个嘛，只放辣椒酱。好不好吃，萱萱？先大包多一点啊、哦！不拿去啊，不吃钱。你可以动哦。嗯，来穿件衣服的，穿件衣服去，那很好。20斤应该有。我这又抱一只眼，哪在抱啊？谢谢。呀，摸着蛮长肉的，长肉了哈，你过来。哥家才111个衣服，他把这些里面穿着的。姐姐，不怕难穿了，我给一万五个黑布，那真好呀，他用了噻。我微信了，你加我这个手机的微信了，然后把那个发给你。他念得到的。
我看一下啊，嗯好，你是两只在门呀是吧？抱着手痛啊。Hello， 眼睛到底能看没得？哇，我好笨呀。好，我睡觉，好，快点我。那好吧，奶奶要去吃酒去了。对，喝酒去了。哎呀，好的，那去。我们等，我们还要一下才去外婆家。嗯，好。拜拜。下雨了，那带伞。那到对面等了。